你的理想下半生是什么模样呢？是拥有大把的钞票，开名车，住豪宅。我自从做工程的时候，我一直是一帆风顺，轻车熟路，我第一个工程就赚了几百万。还是游山玩水，纵情享乐。十年前的话，就是想到就是大概这个年纪就退下了，我们就可以投入更多时间去玩啊，去旅游啊这些。亦或是儿女成群，承欢膝下。一个为了家庭，为了孩子，为了丈夫，我说咱们够吃够喝就行了，咱不求挣那么多钱。当半生追求的目标却一夕消亡的时候，你该怎么办？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以来，身为直辖市的重庆，地表有超过20000栋的高楼拔尖而起，向天际线蔓延。这个地方叫重庆市商业 CBD， 是重庆市未来就是商业最发达的金融中心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这个区域，是我们承接的这个工程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区域，称之为大堂，所以投入的钱就造价也很高。首先，它的空高就高，空高的高的话，我们墙这一块就竖起的立面这一块，它所花的这个成本就比较高，因为它面积大嘛。然后你看墙面处全部用的石材，这个石材都是天然石材，都天然石材的。刘炫成以高品质和快速度做出口碑，才几个案子就赚进了令人羡慕的财富。我自从做工程的时候，我一直是一帆风顺，轻车熟路，我第一个工程就赚了几百万。这个建筑也说白了啊，确实赚钱，有很多人都想挤破头往里，哎，就削尖脑袋往里面钻，这种感觉啊，就大家都想去从事这个行业，想去捞一把嘛，就分一杯羹了。一帆风顺的发展，一般人总是继续加码投资，希望壮大自己的事业，但刘炫成就在这平步青云的时刻，开始有了另类的观察。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真的它就是一个扭曲的行业，这个经济就是一个扭曲的经济。因为大家你看嘛，所有的人都不想干活了，都不想干，就来买房炒房了，这真的有点变态的感觉，所以我一直不看好它。我们这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你需要什么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人生的意义是否只能以金钱论断？当房价不断哄抬，越来越多空屋鬼城出现，自己和企业存在的价值又是什么呢？在2010年的时候，我们有一次企业家那个沙龙，有一位老师给我们讲课，就举了一个案例，关于瓷器的案例。后来我们就组织一个参访团，专门到我们苏州瓷器啊去参访，看到了瓷器很多令人感动的故事啊，就觉得这是一个大爱的组织，它就是我们要找的，就是期待已久的，也终于出现了。智慧啊，是在人群中来获得智慧的，要走入人群，因为如果你一个人清净，可能烦恼和无明的机会就很少。一旦我们渡入人群的时候，那其实说白了，我们人与人之间随时都在有不断的烦恼，有不断的污名。接触瓷器，让刘炫成找到金钱以外的人生意义与企业价值。2016年，他决定开一家不赚钱的客栈。我们经营起这个客栈的真正的目的，其实还是在于打造一个善的平台，打造一个爱的平台。那么让这些有心的人，或者叫感召一些有心人，能在这个平台上来工作。来发挥它的特长，来发挥它的价值。
筹备客栈从无到有，刘炫成凡事不分大小，亲力亲为，丝毫没有大老板的架子，这也让身边的朋友和员工们跌破眼镜。一开始特别是周边的朋友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了，被洗脑了，是这样。以前叫动嘴嘛，或者叫动口啊，现在叫动手。那么动嘴，他就是其实就有点浮啊，总是觉得这种低三下四的事儿不是我干的事。职场就是道场，那这句话对我的触动也很大。如何把职场和道场记得结合起来，那么这个职场一定是正能量的，一定是这个对这个社会有价值的。这个小茶盘呢，在每个房间我们就会摆置，大概是一个壶，两到三个杯子这样子，他们就可以在房间里头小酌。然后我们会提供这个杯子，这个杯子也是非常好的，它是麦秆做的环保的杯子。接触慈济后，刘炫成将可以赚钱的时间用在行善，他透过慈善访视协助许多家境贫困的清寒学子，陈伟就是其中一个例子。陈伟在大一时发生意外，双脚一度要截肢，慈济志工得知后补助他完成手术，甚至在他毕业找不到工作的时候，刘炫成也主动邀他到客栈任职。有一种莫名的感动，因为我觉得他没有把我当作是一个不健全的人在看，他跟你是毫无关系的，就是挺陌生的，然后他能来为你做这些事，就我感觉是特别不容易的，然后特别让我感动。我做客栈的目的真的不是为了赚钱，如果我为了赚钱我就做工程好了，我怎么不赚钱呢？这做事最终一个结果就是修炼自己而已，而不是说你通过这个做事赚了多少钱，或者得了多少名得了利，这不重要，我是这么理解的。付出无所求，借势练心，这是刘炫成在名利堆打滚二十年的幡然体悟。但也有人因为一桩旅途意外而改写十年的人生规划。开了一个半小时的车，已经退休的罗建平要开始他忙碌的一天。那16号、17号访视，因为分50个组，每个组要用一个包装绝缘品。这是需要工作，没必要。3、4、5、6箱都是。近视雨是在你那儿是不是？可以拿到吗？现在可以拿到吗？然后那个月刊呢？所有物资要提前了，不提前，到时候就没时间。因为到时候我要参加访视，所有的活动都要参加的。只要有什么事情，不用电话邀约，只要看到讯息，自然而然就出现在现场。忙还是很忙，忙可能比以前还忙。打从退休前十年，罗建平就开始规划他理想的下半人生。这是峨眉山，还有峨眉山，还有大汉大佛，你看，还是外公外婆年轻的时候。十年前的话，就是想到就是大概这个年纪就退下了，我们就可以投入更多时间去玩啊，去旅游啊这些。正好在花莲东海岸嘛，手腕摔断了嘛。像我们这边，我很担心的就是说，照片啊、拍片这些，可能又是春节的时间，医生都下班了，人生地不熟，找不着地方。
然而慈济医院志工的陪伴安抚了他们不安焦虑的心。在医院的时候心情完全放松，很多事情都有人帮我们处理，不需要我们再去处理。以前好像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好的人，这么好的人在一起。当时我也说我会关注慈济，或许有一天我会加入到慈济。回到成都后一周，罗建平与王秀玲就走进慈济，再也没离开。这边走，然后剩下就是两个老婆，你们四个从这边要好一点。纸张纸屑还有包括塑料啊那些能够分开最好把它分开，因为现在那个垃圾太多了，如果污染的话根本没有办法利用。上街跟店家宣导环保回收，说的容易，但要真的听入心却有重重关卡要过。你好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宣传环保？我们是环保志愿者，有些东西可以回收的时候不要给它丢到垃圾桶去，污染了的话就要修了很多很多的田垃圾填埋场。听到。我们去环保宣导的话，就刚开始的话，那些人都说哦，没有，都给我们摇手，没有。先前有些听不懂，他这些大道理，这些是政府的事情，跟我们这些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。我们小区的人都这样说，他们都来收这些东西，他们收了都自己用吗？你看他们都还开了车，好有钱哦，他们还开车。开始是这样讲，然后我们每周就坚持去讲。要让他们明白我们回收这些东西资金怎么去流向是什么的，我们就给他说这个事，去帮助需要帮助的，比如说那些贫困的孩子，上不起学读不起书的那些孩子，因病致贫的那些家庭。把这个书给你送过来让你们了解一下。好的，感恩老板。好，你们大家都可以看，大家可以在一起分享，真的很好的。其实我上次也是我家里啊，那些喝了，那些小孩喝了水啊，那些饮品啊，我们都是放在那里，然后到了周三我们就拿过来，好，放到店里一起拿过去嘛。好，等我年龄稍微大一点，我都要参加你们这个活动。好，非常感恩你，欢迎你给我们一起来加入这个环保的行列。罗建平与王秀玲从家里开车到温江推广环保，2014年至今周周不间断，辛勤的身影也慢慢感染了当地民众，一起投入。当时呢，感觉他们住得好，但是我没有行动，我还是在家里，我还是没有拿。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来了，他们是从成都来的。我想他们都从成都来，那么温江的人呢？本身他们都是从各个地方过来，有的比较远，有的比较近，就像家一样，回到家没有饭吃怎么好？这些师兄师姐已经做了很好很好的榜样，我们简直是怎么说呢？想过来都不好，为什么？他们太有爱心了。要让他们感受到慈济的那种温暖，因为我自己就是被那种爱和温暖感染进来的，所以我也想就是用我自己的身体去感染他们。收别人丢弃的垃圾，弯着腰擦地，为需要的人付出。王秀玲甘愿这样过她的下半生。我们不是就是说要做好伟大的事情，至少是说通过我们自己的手，我们的身体传递那个爱与温暖。婆婆，这个是婆婆，这个是婆婆，看出来。女儿为他们建档的旅游照片停在2014年1月台湾，之后的照片都在慈济。因为做慈济那种快乐，它会很持久，很长久的。真正在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，实际上心里面得到了很大的一种安静、平静。物
欲的追求不如心灵的宁静富足，让罗建平甘心放下十年规划而转向。然而生命的意外有时是人力也难以挽回的巨大断裂，他们又该如何是好呢？天冷之前还能洗一次澡，还能洗一次澡。啊、好，然后再一冬天够呛了，就够呛了。嗯，就等过。每两个月，王金娥和大连慈济职工都会到敬老院为行动不便的住户们沐浴、打扫、谈心解闷。今天来给你过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先吃一块甜的，张嘴，哎。今天真漂亮，你的血压比较重，这没事，这里有点肿。是大辣椒吗？对，那小辣椒放这儿，我一会儿炸酱呢。和丈夫一起生活的王金娥，大家都叫她王妈妈。膝下两女一子，各自都已成家。王妈妈的两个女儿分别在大学和小学当老师，即使嫁了出去，还是常常回家探望两老，不让他们孤单。2015年1月，王妈妈的两个女儿到台湾游玩。这是我跟我两女儿照的。完了，我看我小姑娘可愿意出去玩了。完，我现在我说你们已经机票什么都订了。你就陪你妹出去玩一次吧。那张照片是2014年春节时候照，本来2015年回来过春节就没过。2月4号，女儿回程搭的复兴航空在台湾发生空难。我们孩子刚上飞机，才是1分58秒，命就没了。我当时知道他们俩出事儿，我是特别难受，因为我两个姑娘跟我儿子一样，我们三个孩子都特别孝心。5号早晨就去台湾往那儿赶。等着飞机到厦门了，就有好多师兄师姐去接我。去了台湾，就是金世界。一个人来到异乡嘛，肯定他很陌生。那他在陌生的地方，他又要去面对这份离别的苦，然后他又要去坚强起来办这个丧事。我想他有很多的需要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陪伴在身边。就带着电脑到了旅馆，那找了王妈妈他们全家人，我们就跟王妈妈说，我们一起来祝福孩子好吗？你回到大连，你可以把大连需要的人都当成你的孩子来疼爱，你的孩子的爱你可以延续。王妈妈她跟我说，她会，她懂了。王妈妈一家人回到大连后，大连慈济志工便接手后续的关怀。说话呢，这个错呢，人应该呢，对家己拢真有警惕啦。我那时候脑袋什么都是空空的。2015年6月底我去的，实际一直到年底，说实在的，我搁那儿也没听进去什么玩意儿。在大连慈济志工积极邀约下，王妈妈与爸爸开始外出参与各类活动。刚开始只要他出来，
其实还都好，但是那个好呢，不是说真的化解了的好，而是说就是一个是强忍，一个是就像分散注意力。一二扭，好，这边往我这边来，我滚啊，一二，好。不知不觉在各种各样的例行当中啊，做就有一种力量，化解了他很多东西，而不是说再需要别人去安慰呀、啊，或者是自我安慰。收入的不少啊，更重要的是大连志工无微不至的照顾与陪伴。这个是自己人，心都是相通的哦。哎，这么多家人到我家来。我特别高兴，你们也拿我们当自己的父母来对待，每年你们都来我家，开始用餐吧。张嘴。这两年多，确实是这些师姐师兄的陪伴。我真是慢慢走出来了。母亲节的时候，我特别感动。当美艳和王东端着茶跪到我面前的时候，我确实泪止不住，跟孩子一样。这不就是我的女儿吗？确实，她们就是我的女儿。生命班车有缘同行，站牌到了，总有人先下车。就是那一年之前，他们的照片我是不离手，而是从一年以后，我就决心不看了，让他们走吧。人生充满意外，规划再多也不见得尽如人意。唯一能做主的只有自己的心。王妈妈和于爸爸的下半生，虽然两个女儿提前离席了，但是有了更多慈济家人加入，陪他们一起朝新的生活目标前进。我现在就是跟师父说的一样，不管摊上什么事儿，你都得要挺过去，要走下去，不能老停在这儿悲观这地方，是不是啊？